我们来讨论呢内积的两个最基本的性质。首先哈，内积具有呢交换律，也就 a dot b 哈，跟 b dot a 实际上是一样的。哦，这是 a， 这是 b 啊，这是西塔。我们知道 a dot b 等于多少 ？a dot b 等于是 a b cos 西塔 ，b dot a 等于 b a cos 西塔。那 a 乘以 b 跟 b 乘以 a 数值相乘啊，实际上是一样的啦、啊，所以这两个当然一样。在我们看呢，内积哈对交换具有分配率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哈、哦，这个 a 啊哈，啊 dot 多少 b 加 c， 假设 c 是在这里哈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看哈、哦。b 加 c 是不是等于它？等于是这个向量，这是 b 加 c 吗 ？b 加 c 啊，好，那我现在呢 ，a 多的 b 加 c 就等于多少 ？a 啊，多的呢 b 加 c， 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就是等于那个 a 的大小，啊乘以多少？乘以哈、哦、b 加 c 在什么呢？在 A 方向的投影呢、啊？这假设 O 点哈、哦，啊，这假设是 R 点好了，就乘以多少呢？乘以这个 A 再乘以 OR， 乘以 OR 线段哈、哦，乘以 OR 线段，这个是左边的哦，这是左了、哦。那我们现在看了右边的，右边的话哈、哦、，A dot C。加上 a， a 多的 b 才对，哦，具有分配率嘛。加上多少呢 ？a 哈，多的呢 c， 啊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哈 a 的大小哈，啊，乘以多少？乘以 b 在 a 方向的投影 ，b 哈在 a 方向的投影，这一点我叫做 p 好了，乘以 op。啊、加多少？加这个 a 的大小，啊乘以多少？乘以呢 c 哈 ，c 是这个向量嘛 ，c 在呢这个 a 方向的投影呢，就是啊就是 pr 哦 pr 乘以 pr。好，那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我可以把 a 抽出来，那投影相加。OP 加 PR 就等于 OR OP 加 OR OP 加 PR OP 加 PR 等于 PR 那这个呢等于这个了好所以呢这个内积哈、哦内积具有什么呢具有这个分配率它的几何意义就是说哈、哦、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的投影呢具有什么呢具有这个可加性的、啊哦、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 B 加 C、哦、在 A 方向的投影等于各自的投影相加、哦、各自的投影相加那这样我们就证明了呢这两个基本性质、哦、就是说内积具有交换率内积对加法具有分配率